大家好，今天我来这个我哥家，然后他的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，你看都已经黄了，今天摘点回去，要放一段时间才可以吃，现在吃的话会很涩。好，来，我们俩摘柿子过来。这都有点软了，然后随便来那个弄几下，拿几下，放几下应该就能吃了吧。好多呀。对。你看。这都剩的了。就剩的了。妈妈，那不动。那么太大了吧？上面的太高了，捞不到了。时候弄这个红色的什么东西，哎呀放不下了，放不下了，放不下我们就不摘了，放不下就不摘了，够吃的了，不摘了，够吃了，那么一大一盆呢，看妈妈在放吗？摘了那么多，一盆，我把它端回去了，要放一段时间才可以吃，现在吃了会很涩，不像那个苹果柿摘下来就可以吃，就是那种懒柿子。回家吧，那么大一盆，哎呀，那我们要走了，抬回家喽。真棒，好看，真漂亮，对你拿着，真漂亮。